导弹学渣为什么会变身偶像天团 ？KTV 小弟如何成为天才魔术大师？邻家少男少女怎么会成为金奖 CP？ 看起来很像是可以挑战的玩咖，所以我再看一下。11月16日起，每周六晚上7点、10点，《名士我的成长》。对啊，我专工早起哦，替你穿早顿呢。我的爱你的手冲咖啡啊，个里鸡蛋吐司，是不是很贤惠、很贴心啊？醒来的开始完蛋。我嘛讲啊，因为只要我一讲，一头开始疼，看安尼我才做唔甘的啊。痛苦拢是恢复的过程。不是妈妈要讲这种哦无要无紧的话啦，这是恁阿公阿婆吼爱共同去面对。阿宝贝，你即马是啊，目睭会看的好啊，心情足轻松的，就安尼甲爸爸开就对嘛。这哪是开，是灾难。爸，你想听我对无？你别跟我生气。阿伦啊，你管呢？你的手机啊内底哪有未婚甲未结婚的时阵的相片啊？啊！到谁那啦？哎呀啦！今麦是要安怎收煞啦？阿伦啊，我真好奇，伊只手机到底是啥物牌子的啦？牌子就是安尼顶款。你卖假啦！啊！恁两个人啊，亲姊妹啊，无血缘关系，那可能是了是。你无听人讲哦，前哭金，后哭银，双边克死，隔壁厝边。不要对我就这样，奶奶等我不，我不想要留在这。人生啊，那多梦，我想要圆满，结果拢无同。我破心天满。空等，你照冷眼对我烦，我要如何搁再将你揽？谁人经过誓言有我重，情啊千金也会变负担，我无一日想时间啊。出白头鬃，缘分啊，孤游人，心也不愿放，情也不愿放，人生若定来结果，敢会当如我所愿？时间啊。出白头鬃，缘分啊，孤游人，心也不愿放，情也不愿放，人生若定来一回，敢会当如我所愿？